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二十七课，就是 Lesson Twenty Seven，Nothing to sell and nothing to buy，不买也不卖。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部分。首先把书打开到一百三十页，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one hundred and thirty。我们来看看这棵树的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生词短语部分。首先跟老师大声把生词先读一遍，Now read after me。 Philosopher, philosopher, wisdom, wisdom, priest, priest, spiritual, spiritual, grudge, grudge, surgeon, surgeon, passerby, passerby. 注意前面那个词在英式翻译读中pass, pass, passer, 但美音中把a跟a后面加一卷,所以这么读,在里面passerby, passerby, dignity, dignity, deliberately, deliberately, consequence, consequence, afflict, afflict, ease, Ease, nature, nature, contempt, contempt, envious, envious. 好了，这是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部分。那么下面还是先来看一看这个书中比较重点的一些词汇。第一个重要词汇就是看出现重要字根的这个哲学家，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philosopher, philosopher。Philos opher, Philos opher, 好，哲学家。 这个词先看跟它同根的名词就是哲学，把哲学家和哲学我们先后大声来读一遍，先读哲学家，philosopher，philosopher，再读哲学，philosophy，philosophy Philosophy。好，咱们看这里边拼写呢都类似对吧？这里边出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字根，第一个就是前面这个 f e e l 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常见，但确实是个字根，p-h-i-l 放在一块块一般表示 love。 表示爱一般跟爱相关啊，咱们看一些例子。你看下面也是一组词，这个词叫语文学或者语言学。前面这个 feel 还是爱，后面这个 l o g 这个 log 或者有的是 l o g c 这个拼写一般是跟 speech 跟讲话相关的，刚好爱讲话、爱语言、语文学或者语言学就好了。我们大声读一下：philology，philology。<laughs> 就跟爱相关啊，同样的语言学家、语文学家就用后面那个词，因为 I S T 做字根也可以表示人。咱们再来一遍，philologist，philologist，哎，Phil ologist, Phil ologist, 语文学家或者语言学家。所以看到这个 f e e l 一般是跟爱相关的。那后面还有一个拼写就是 S O P H，这个字根也特别重要。这个字根其实就相当于圣词表中的一个字，就相当于 wisdom，就相当于智慧的意思。S O P，h 记住放在一块儿。 它表示智慧这么样的意思。我们看一些例子。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名词，这个表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二十一课那个呃丹尼尔门多萨里面讲过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大一是 freshman，第二叫 sophomore，大三的叫 junior，大四的叫 senior，还记得吗？大二的学生，我们跟老师再读一遍：sophomore，sophomore。Sophomore, sophomore 刚好这个 S O P 是表示智慧，more 就是更表示更多呀，智慧更多了一些，叫大二的学生学的知识多了，智慧更多了，特别好记。嗯，还有后面那个词叫做，如果指人的话叫老练的、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指机器呢，可以表示精密的、高级的、高精尖的这种人呢，就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老油条的。这个当然跟智慧相关了。我们大声再读一下：sophisticated，sophisticated。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哎，指事物的话是高级的、精密的；指人的话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阅历很丰富的。哎，跟智慧相关。刚好你看，我们这个两个词跟拼在一块儿，这个 philosopher 前面 f e e l 是爱，后面 soph 是智慧。哲学家是爱智慧的人。他们在古代呢，哲学家一般都是非常智商很高的人，才能思索宇宙人生的真相，叫爱智慧。爱智慧的这个学问就是哲学。我们再分别读一下 philosopher。Philos opher, 在读哲学，philosophy，这就好记了，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两个重要词根啊，把这个记住就好了。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精神方面的。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spiritual，spiritual Spiritual。你看这个呃 y o u 前面有一个耶，然后这个 t 又碰到这个耶。李老师说过，如果 t 碰到耶，一般会变成吃这个声音。 正如去年 last year 读快了变成 last year，last year, year don't you 读快变成 don't you，don't you 是一样的，在单词中也是发吃的声音。我们再来一遍 spiritual，spiritual，spiritual, 哎，这个词表示精神上的、精神方面的。这个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搭配，比如说精神文明叫做 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相反的当然是物质文明，跟它相对。 所以它的完美反义词就是后面这个词，再读一下：material。material，哎，做这个形容词可以表示物质方面的；，当然做名词，可以表示什么素材呀、什么材料啊也行。但是形容词是物质的，物质文明叫 material civilization。civilization 是文明，咱们在第三课《无名女神》当时讲过。好，这是精神的和物质的，这是一组一个对子。我们跟他经常有一些词汇容易搞混的，尤其跟精神上的，我们在第四课讲过一个。 脑力上的脑力方面的，我们再读一遍 mental。mental，哎，这也是在第四课双重生活那课时讲过。那、呃、大家记得吗？脑力劳动叫 mental labor，脑力劳动这个劳动还是用的美式拼写，英式呢，把后面的 o r 换成 o u r 就好了。那、呃、脑力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体力的，体力的或手工的。哎，我们这是一组词，又是一个对子。我们再来一遍 manual。 manual 或者同义词后面的词也行，再来一遍 physical。physical，哎，这可表示体力的或身体方面的。那体力劳动呢，可以叫 manual labor 或者 physical labor 就好了，这是身体方面的体力的。还有呢，我们跟它相关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智力方面的，智力的。这个，你看精神的，这个脑力的，智力的还是有区别。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tellectual。Intell Intellectual 叫智力方面的智力的，你看我说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叫儿童在智力方面的发展，智力上的发展可以用这个词叫智力的。同样，这个 intellectual 这个词也可以当名词来用，当名词来用也非常常见，就是我们指的知识分子一个可数名词。做形容词就是智力方面的。还有一个叫聪明的，智商高的，跟这个词也类似。我们大声再读一下：intelligent，intelligent。Intell igent, intell igent, 叫聪明的，智商特别高的。你看，我们以前见过一个搭配叫 intelligent beings，什么意思呢？就智慧生物，类似于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了。人类就属于智慧生物，就智商很高的、很聪明的，哎，这样的生物。Being 可以表示活着的东西存在。那么我们看到这几个词，你看精神的、物质的、脑力的、体力的、智力方面的，还有聪明的、智商高的。希望大家结合例子把它记住，不要搞混就好了。这个词重点我们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汇，我们看一下，吝惜不愿意给，就财迷，我一给一给疼的很啊，吝惜不愿意给，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grudge。grudge，吝 gr 惜不愿意给，我们先看这个动词搭配，要不然咱不会用啊，搭配特别简单，直接后面可以加名词或动名词，叫 grudge something 和 grudge doing something，就吝惜不愿意给，哎呀心疼啊财迷啊，咱们看一些例子，他不愿意纳税。 他不愿意纳税，这纳税我这肝疼啊、呃！你看这两个搭配都行，第一个直接用动词怎么说呢？He grudges paying taxes，pay taxes 就是纳税的意思。他不愿意纳税，我们加了动名词可以，或者加名词也行。他利息呢？他纳税所掏的那笔钱，用那个钱当宾语也行。你看我这么说，He grudges the money，用名词做宾语了，然后再加定语从句，He pays in tax 他。他利息，他在税方面交的这个钱。 后面那个 he pays in tag 定语从句省略的 which 修饰先行词的 money，这个、grudge 后面加名词了也行。总之吝惜、吝啬、不愿意给，可以用它。啊，但我们这个词呢，它有它的同样的形容词形式，就是勉强的、不情愿的、不乐意的、不愿意的、勉强的。把后面那个字母 e 去掉之后，直接加 i n g，就构成一个形容词叫，叫勉强的、呃不愿意的、不乐意的。我们大声读一下：grudging，grudging。Gr 勉强的、不情愿的，它还有几个同义词，我们顺便可以同时记住。比如说第二一个，慢慢来，reluctant，reluctant，Rel 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 unwilling，unwilling，Un 这三个都可以表示勉强的、不情愿的。后面两个咱们在以前还说过，这是这个词当做呃动词和形容词来用，但是 g r n d 这个词啊做名词也是考试的一个考点。这个做名词的时候呢，我们记住它的搭配，一会儿我们通过真题来演练啊。 Grudge 做名词可以表示恶意或者是怨恨，对某人充满了恶意或心中有怨恨，可以用它。这个搭配呢？搭配我们可以用 have a grudge，或者换成 bear a grudge，或者叫 hold a grudge。什么意思？叫怀恨在心，心中充满了怨恨，呃，意图要报复对方，怀恨在心。你看这个三个动词跟 a grudge 搭配都行，但都有连读。第一个 have 跟放在一块叫 have a，bear 呢 bear a，hold and hold a hold a。 都连到一块儿，我们分别读一下，跟老师一起来。Have a grudge, bear a grudge, hold a grudge，哎，都可以叫怀恨在心。注意这个最后的辅音跟着啊，这个连读现象。这个呢，我们通过一些真题来体会一下，比如看当年一道这个托福的听力题就出现这个搭配。这个听力题有一定难度啊，咱们全神贯注，仔细听一遍，看看应该选哪一个。Number fifteen.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关于玛丽,咱们再听一遍, Number 15.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你别的哪怕都听不清，只要听清一个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这个能听懂了，这个题就好做了。那么应该选哪一个呢？好，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选项。 She's quick to forgive, 呃、uh,，to forgive people. 她很快就会 forgive 原谅别人了，很快会原谅别人。因为什么呢？她不记仇啊，不会怀恨在心呢。我们看着原文，再把这听力再听一遍，看看刚才是哪些细节没有听清啊。好，再来一遍。Number fifteen. <15. S 3>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你看，这就是个 dialog。u e 这个一男一女对话里面，第一个女女的说：“I wish I hadn't h e a r d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I never meant to。”哎，我希望啊，我当初没有就那样伤害了玛丽的感情。你知道，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去做的。I wish I hadn't h e a r d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你、那、看、个、，I wish。我们在十二课《荒岛生活》中讲过，wish 型的虚拟，还记得吗？ 在 which 后面引导的宾语从句之中，那么一般来说用虚拟语气。那过去的事情呢？我们要倒退成过去完成时，还记得吗？所以我希望我当初没有伤害玛丽的感情。这是当然是 I hadn't heard。你看，用过去完成时了，这个用的虚拟语气完全正确。而且注意，这个美国老师读的时候，他没有读成 hadn't，而读成 had hadn't hadn't。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 e n 还有 ten，李老师讲过是鼻腔爆破。 这个 then 顺着鼻子就出去了，所以只剩一个哼哼、嗯嗯、，hadn't hadn't hadn't 这么一个声音。而且后面这个 t e n 呢，又是失去爆破听不到的，只所以只能听到 hadn't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呃，然后后面说，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你知道我并没有呃打算要伤害她的。这个 mean to do，咱们以前也说过，也是复习，在十三课中讲过。mean to do 表示打算做某事，跟 plan to do、be going to do 是类似的。 这个 mean 不会做动词，那么过去分词用 meant 就好了。我们并没有打算要伤害他。第二个男孩子就安慰他，没关系啦，你放心。为什么呢？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that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这个玛丽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她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她不记仇。哎、嗯，很多一些这个托福的培训教材里面就把这个 hold a grudge 把它写成了 hold the grudge，加上定冠词 t h e 这个错了。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听力教材的原文是由老师当时听写出来的，那、呃、就是官方录了音，然后老师听写出来。这个地方的连读，hold，hold hold grudge，很多人听成了定冠词 the，但注意这里没有吐舌音，是 hold grudge，是 a 而不是那个 the。很多人因为连读听错了。呃、然后呢，by tomorrow she'll forgotten all about it。注意这个发音，she'll，she'll forgotten all about，i t forgotten 又是个鼻腔爆破，本来是 forgotten，但读成了 forgotten。 Forgotten，嗯嗯嗯，特别轻一带而过。来、嗯，注意，she look，好多一些托福参考书把这个地方写写成 she look，look look, 怎么能对呢？look 我们加 forgotten 不通顺嘛？为什么听成 look？因为这个地方又发生了呃发生了发音的变化。你看这个 have，别不并不是表示有，它是个助动词。助动词还有像连词啊、代词啊、冠词啊、介词啊，属于虚词。这个虚词呢，在口语中一般会发生元音的弱化。大家还记得吗？我说过一次。 元音的弱化就是原来的原因，无论发成什么音，最后最后都会弱化成倒 e 字的，把字母 e 倒过来，这个啊哎、啊、这个声音，所以呢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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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声音，you hav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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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而过，而这个 have 是 h 开头的，那么 h 开头的要注意，它如果发哈、啊、这个声音，那么在 h 前面如果是一个辅音，在 h 后面如果是个元音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击穿轻辅音 h，什么意思呢？ 就把这个这个声音打穿了。你看前面这个 l 有一个 a、呃、这个声音，后面这个 of of of，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 唠化成 a 的声音，h 被打穿了，就等于不发音了。把 l 跟后面的 of 连到一块儿，变成 she love she lov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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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是这么一个声音，而不是 she look。很多老师听错了啊。She lo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all about it all all about it all about it，又是连到一块 all about it，中间这个字母 t 唠化一下，噔噔。 All about it。最后字母题失去爆破。来，最后问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关于玛丽，这个男的说什么了呢？答案很简单，She's quick to forgive people。他很快会原谅别人的。这里边出现了好多一些重要的发音，咱把这片段再听一遍，同时看一看这个美国老师是不是这么读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遍。Number fifteen。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你看，一方面呢，我们练习听力；二来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口语水平嘛。你看，特别前面 I hadn't, I hadn't 没有 d o hadn't，对吧？还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呃，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Hold a grudge 这个连读，哎，shut up, shut up 这个弱化，再加气吞轻辅 H，后面 for ten, forgotten, forgotten，还有后面 all about it, all about it，哎。 这个这个发音呢，都可以一边跟着听力，同时仔细听的时候就模仿出来了。这样听力跟口语就同时解决了。好，这个词我们看到了，grudge 这个词，它重要的这个动词形式加名词动名词，它的这个形容词形式 grudging，像的 reluctant 和 unwilling，还有它的名词形式，就是记住固定搭配 hold a grudge，have a grudge，bear a grudge，怀恨在心这个含义。好，把这个记住就好了。来，这个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咱们来看看这个“尊严”这个词。这是咱们必备的这个常见词之一了。我们大声读一下：“dignity，dignity”，这叫尊严，某人的这个尊严啊。这个“尊严”这个名词简单，但是我们还得记一些搭配。比如说，有个非常常见的用法叫 “beneath one's dignity”，好像字面意思是在尊严的下面。beneath，咱们在第三课《无名女神》讲过。 在狭窄的街道底下有很多陶土做成的管道。狭窄的街道之下用的是 beneath the narrow street，大家可能还记得。所以在尊严之下要翻译成什么呢？有失尊严，有失体面，有失尊严，这是个介词短语。我们经常说，我要不跟你争执，为什么？你是个呃大老粗，可粗人，我跟你争执有失我的尊严，有失我的身份。哎，这个非常好说。那、呃、我们这个就可以说 arguing with you。 is beneath my dignity, arguing with you is beneath my dignity。跟你争执啊，有失我的身份，干脆我不跟你打架，不跟你争执啊，你喊你的，我不理你。这叫有失尊严，有失身份，这是尊严，叫 dignity。但大家记住，如果指自尊，不要用错了哦。自尊，咱们可以用 self respect 或者 self esteem，也是名词，这两个复合名词的自尊或者自尊心。大声读一下 self respect。 好，再读第二个，self-esteem。Self esteem, 你看，respect 和 esteem 这两个词做动词也行，都表示尊敬的意思；做名词呢，也是尊敬、尊重，是近义词，可以放在一块儿记。这是自尊或者自尊心。但是我们还得看看它的同根词，dignity 叫做尊严。但是前面加上表示否定的字头 in，i 我们先看看这个词，先大声读一下，indignity，indignity。Ind 哎，这个不能翻译成“不尊严”，这个不通顺。来，尊严前面加 “in” 之后，翻译成“对某人的侮辱”。侮辱之后不就丧失尊严了吗？侮辱可以用这个词。我们再来一遍：“indignity”。<诶> “indignity”，哎，对某人的侮辱、羞辱。它的类似词汇可以用 “shame”、“disgrace” 或是 “humiliation”。这是它的一些近义词。我们大声再读一下：“shame”，“disgrace”，“humiliation”。哎<诶><诶>，这几个词同义词。我们加上这词，再来一遍。 indignity，shame，disgrace，humiliation，哎，这是表示对某人的羞辱或者侮辱。注意，还有一个形近词，特别讨厌。我们大声再读一下：indignation，indignation。Ind ation, Ind ation, 这个词翻译成气愤或者愤慨，拼写特别类似吧？t y 和 t i o n 做末尾一般都是名词。这个词翻译成气愤或愤慨。 它有一组词，咱们可以放在一块儿来记，都是气愤、愤怒、愤慨的名词。我们分别再读一下：indignation、Ind ation, anger、rage、fury。这个一组词叫做对某人的气愤或者愤慨，而上面呢，这个翻译成侮辱或者羞辱。这可以跟这个尊严 （dignity） 同时记，因为拼写特别类似，含义也比较这个这个这个在同一个意群里边应该说。好，这个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